冬末季节，美丽的历史古城里头还可以看见残雪。从车站走路15分钟，就能走到由真田昌幸在1583年新竹的上田城。这里也因为跟德川家康经过两次上田和战都无法攻破，因此被称为不落城。欢迎锁定计时1999，计时旅周报。